天 Daily Bobby 颜值保持得非常好，基本没有垮了的瞬间，和女星的合照基本可以稳赢。这是10月18的迪奥活动，还有前几天的 L 风尚庆典，合照可以看出非常出众，颜值稳定。那么 Daily Bobby 合照稳赢的有什么秘密呢？14年芭莎主持人 Q 合影，然后我们只看动作，右边女生小动作不断，但是 Daily Bobby 保持同一姿势好久，右边女生都尴尬了。然后两分钟过去了，右边女总算拍完了，而 Daily Bobby 还可以继续，这种站姿仪态怎么可能有崩了的图流出来，表情管理可以说做得非常好了。再来看看刚刚 L 风尚庆典的红毯，走路的姿势好像游戏角色人物，一瞬间有 cosplay 人物入场的感觉。原来自身颜值维持在一定水准是硬件条件，细节小动作非常关键，公开场合表情管理做得非常到位也不可或缺，这些都是 Daily Bobby 合照稳赢的秘密。